两位要不要再看看别的？不用，我们再到别墅去喝。行，那你下回再来啊。3米的房，我怎么看着这房子像2米8的呢？因为这边安了有一个地暖嘛，咱这是地暖。哦，你地暖已经安好了。对，已经安好的。哦，安了地暖以后是2米8。对。厕所在这边。对，这是厕所。厨房是这边。对，那厨房。这是卧室。主卧室带卫生间。哦。那边是次卧室。价钱行，稍微上手都很满。价格嘛，到时候可以简单的你让你们做一下。还能细聊。对，单上不多。嗯。那您等一下。我去跟我太太商量商量啊，可以。陈思什么呢？喜欢吗？房子我倒是挺喜欢的。我也挺喜欢的，要不咱就定了。但是如果订这套房的话，我们月供的压力就更大了，我们的工资可能有点紧张，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结婚了，应该定期去给奶奶和爸爸拿点生活费啊。嗯，这事儿我没想过。你可以不想，可是我这个做媳妇儿的可不能不想。奶奶现在年纪大了，我们也应该定期给她买点补品什么的，这也得不少钱呢。而且我们还应该定期存点钱，这万一有个急用，不就抓瞎了吗？看你那样，越来越像一个小媳妇儿了。什么叫像啊？本来就是嘛。还有啊，我们应该定期抽时间陪奶奶和爸爸他们吃顿饭。这不用定期吧？当然要了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要懂得珍惜身边人。你说我何德何能啊，娶你这么好一媳妇儿。那每个星期买花，这个传统可以保留吗？这个可以有。那我们就不要看新房了，咱们去看看二手房吧。听你的，老婆。嗯，走。你看这套房哈，楼上楼下两层。楼下可以当客厅，楼上做卧室，最适合你们小两口居住。而且这套房啊，地理位置非常好，南北通透，环境还优美。我呢，要不是急等用钱，我也绝不会这么便宜的卖给你们。但是您这毕竟是二手房啊，你别看是二手房，其实我在这儿也没住几天，跟新的一样啊。而且这个小区环境非常优美。这个房子主要是南北通透，说实话，只找这样的房子，在这小区，轻易你们找不到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就定这套吧。但是我担心妈那边。没事儿，交给我了。这是二手房啊，怎么能买个二手房糊弄人呢？而且这位置还这么差。我觉得倒挺好的，这样省得装修了。妈，我跟书明都挺喜欢这儿的，就定这套吧。你傻呀你！一个二手房就把你感动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廉价的没人要了？你妈，房子不就是个避风挡雨的地方吗？再说了，这里离我跟书明上班的地方都很近，而且我特喜欢这个房子的格局。就这样吧，妈。妈，等我以后挣了钱，我给小亚买一个更大的。就凭你那点工资，你干到老，能买个比这大的房子吗？妈，我可以跟书明一起攒啊，这个房子就当是个过渡嘛。妈，我自己的幸福自己会经营的，你要相信我，也要相信你自己啊。如果说你生出一个笨女儿，那说明你的基因也有问题。小亚，你不是亲生的。哎，周建国，你是不是说我傻呀？没有，我傻，我傻。那你刚才指桑骂槐，你说什么呢你啊？讨厌，说话就是这么讨厌，烦你。老公，我给你念一下我的设计方案好不好？好啊。
我要在卧室里面挂一幅淡紫色的窗帘儿。哦。我还要把我们的婚纱照放大，然后放在客厅里面。好。我还要买一套，粉色豹纹的床单。好。老公，那你变猪好不好？好。那我改嫁好不好？好啊。好你个头啊！搞什么？我刚才说什么你听到了吗？你说蓝色窗帘，然后呢？粉红色豹纹床单，然后呢？然后变成猪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改嫁，你去改吧。我不行，别闹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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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要，羞丧。文笔确实老练，但言语不够辛辣啊。我这已经很过火了。咱们是时尚周刊，这种清水文吸引不了读者。你要放开些，要有豁得出去的感觉啊！你看，我对你对80、90后女王范儿的这种批判，我非常赞赏。你看你这写的啊，女人是幸福的，逛街、泡吧、骂人啊，说粗话、打牌，男人通通都无条件的接受了。而男人们呢，喝酒应酬，拼命工作，压力越来越重，身体越来越差。而大多数姑娘呢，有女王范儿，只学会享受男人的爱，没学会做一个好妻子。举个例子，现在有多少姑娘不会做饭，自己扪心自问。川总，你会做饭吗？我当然不会。你瞧，说别人都好好的，一到自己这儿完蛋。我是例外。女王都这么说。我有时候在想啊，咱们这媒体人有时候挺有意思的，每个月拿5000块钱，教人一个月怎么花50000，自己身上一大堆毛病，说起别人来带劲着呢。你端正态度啊！我这不是得慢慢适应角色吗？我刚才说哪儿了？夸完我了，该说但是了。你刚才那段写的特别好，但是，我上次让你写的咱们是女性性伴侣的话题，你都没写。你赶快给我拿回去补。哎，言辞一定要辛辣。绝对辣，辣得出汗。你知道吗？作为杂志，生存之本是什么？那种无关痛痒的小嘟囔是不会引起社会关注度的。我们必须靠热点话题来维持我们。庄总，我这么觉得，我觉得作为我们媒体人，应该多对这个社会和老百姓有一些关心，多对他们负一些责任。咱这种没有意义的起哄跟炒作，对我们的杂志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负面影响。好了好了，少说多做啊，去吧。行，这就去做。过来，跟你一样碎。周世明同学，再来一张。
怎么样？你比较漂亮。你也很帅啊。睡着了，老公。嗯，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帅。想说也还可以啊。真的，今天特别帅，不信我给你照张看看啊。真的吗？嗯。不要照了吧。哎呀，照一张就照一张。来，一起睡一会儿。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太帅了！我看我看。是不是很帅？我，你是不是画的？我没有，不是我。哎，往哪跑？奶奶一杯，姨母一杯。哎，儿子，哎，今儿跟老子喝一杯，好吧？你先唱的是哪一出？你已经是个男人了，又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自己的生活。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好对小丫，好吧？妈，您放心，妈，奶奶，以后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好小丫。来吧，喝一杯，干了。好，我来，爸爸，我来。小丫，给你少倒点，你用淑明的杯子。我不喝酒，今儿高兴喝。今天我得敬你一杯。啊，以前爸爸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多担待。怎么会呢？是我做的不对，我敬您才对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爸爸敬你一杯。谢谢爸，干杯！别喝了，我来，行行行，哎呀，我来，爸，这杯我替小丫干了，这样差不多。好，来，青年魔王。疼了，我真的不会喝。你真是还真多。
喝。多喝一口，不行，喝一口，不行，真的太辣了。酒碰了就得干杯，不行，我真的喝不下去。您这杯吧，好了好了，这酒桌上的规矩啊。妈，这杯吧，您这杯，我也替您喝了。我儿子今天棒，行吧，就冲您这句话，我今天得喝一瓶。来，喝一口，来，慢点喝。哎呀，哎呀，来。赶紧吃点菜，吃点菜。我大孙子表现的太好了。明儿啊，奶奶问问你，那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？啊？收拾收拾，过两天就能搬了。再过两天就搬了？哎，那你可抓紧把孩子给我生下来啊！我还等着抱孙孙子呢。还是奶奶最清醒。二，来吧，吃饭吃饭吃饭。青酱馍，给你块肉。哎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实在。放下种种，拥抱今天的幸福。来我办公室一下，找我啊？苏小亚现在在哪儿工作？你干嘛问这个？婚礼是我们主办的，我了解一下客户的资料，什么不可以吗？可是你以前从来不这样，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事儿好像特别的上心？你以前认识苏小亚吗？丽娜，你现在怎么那么多疑啊？是我多疑吗？你怎么阴阳怪气的？我告诉你，苏小亚已经结婚了，而且人家现在很幸福。江湖上的盛传，您是泡妞高手，没有泡不到的妞，怎么着？给兄弟露一手？这一点哥哥不是吹的，没有哥哥泡不到的妞，没试过手。是吗？那闲着也是闲着，那就露两手吧，让兄弟学习学习。还有人呢。Helen，Helen，How are you？ 先生，您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Peter， 你不认识我了吗 ？Paris， 我们在巴黎时装周。先生，我真的不认识你。香榭丽舍，我们在巴黎服装周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姓汪，我是斯旺服装公司的营销主管。我们在香榭丽舍，干什么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来这儿应聘厨师的。你应聘厨师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后堂呢？大哥，别生气，我看你们这儿挺热闹的。我想过来学习学习。你要学什么呀你？泡妞。
泡妞？那么我就比划比划。那就比划比划。姑娘，起来。你起来。对美女温柔一点好吗？我这还有更粗暴的呢。哎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愿意把我的所有全都给了你，包括我的生命。你愿意嫁给我呗？我愿意。Oh my god！ 你别干了，你服呗？服，走呗。中。都把他吓傻了。清洁母，干嘛？有话就说。真的要走？哎，孩子们马上就搬进新房了，我还是回去吧。别说你，咱俩吵了那么长时间，你这一走还真是有点不太习惯。哼。你那是贱的慌，不骂你心里不舒坦。如果你觉得心里堵得慌，现在可以骂，尽情的骂，我可以让着你。骂吧。神经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走啊，你想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回去以后多孤独啊。你可以搬过来跟小亚他们一块住，他们也可以照顾你啊。哎呀，现在孩子们都不愿意跟父母在一起住。不是，你真的可以不走，你可以把那套房卖了，在这地方买一个小的居室，或者索性你就搬过来住不就完了吗？哎，钟建国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是回去了，但是你们不能给小亚一点气受。要不然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你看，你又来了。我承认我这个人脾气比较暴，但是我遇到那种不讨厌的人，我实际挺好相处的。那你是骂我讨厌了是吧？对，啊不，我是说过去。现在我了解你了，我觉得我挺理解你的，我已经改变很多了，我大变。老周啊，嗯。过去有得罪的地方，担待点吧。你看看，你又来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咱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？对吧？哎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要摆在这儿的东西。我呢先把它拍成照片，然后做成卡片，做好记号。我不喜欢这个餐桌的风格，我要换一个。好啊，到时候按照你的换。这是微波炉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微波炉最不需要了，这个特别不健康。我们现在提倡健康生活。那冰箱要不要？嗯，可有可无。我们买一大堆冰好不好？这是饮水机。嗯，饮水机可以。啊，这个就不用了吧？还有几个人看电视啊？现在都上网。什么呀？三边柜啊！啊，这不有一柜子吗？要这么多柜子干嘛？不要了。你好会节省啊！那必须的。这还有一个鞋柜，这总得需要吧？鞋柜当然要啦，鞋柜是我最需要的东西。老婆，嗯，你怎么这么好，这么大度啊？切，才知道我好啊！你这也不需要，那也不需要，那我们把厕所的马桶用照片画的代替好不好？那你画了吗？画了呀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你好傻，什么都相信啊。坏死了你！
走，嗯，上楼去看一看。楼上会不会有一个壁橱一样的衣柜？嗯，等一下，何总，你怎么来了？顺便路过打个招呼。你看，你们在我们酒店结婚，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效益，一直没有机会感谢你们。里边请。还没搬进来，什么都没有。装修的很漂亮，真没想到那么小的家被你们弄得那么温馨。一看就是女主人的意思。的确是，是按照小雅的风格装修的。家是小了点，但是装得很用心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未来我们会慢慢的把东西都添置进来。真羡慕你。谢谢。啊，去接我！妈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跟小雅，这是我们酒店的老板何总。哦，你好，我父亲。你好，你好。何总，是这样，我们要赶着去机场，要不然我们改天再聊。好，快点走吧。要不这样啊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。行，好吧。您先看我，对对，我在这里收拾一下啊。好，来嘛，好，哎，再见。妈，出去好好照顾自己。何总，知道，你也是。真不好意思，要不是今天我岳母赶飞机的话，我们可以多坐一会儿。没关系，以后机会多多去。嗯，阿姨，几点的飞机？2点。那我送你去吧，反正顺路。不用，我自己打车就行了。没关系的，很方便的。不，这不太好吧？阿姨，不用见外，走。小雅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用客气，你们也算是我的客户，就当做是售后服务了。阿姨再见。小丫，那妈回去了，放假的时候你们回去看看。妈，我舍不得你走。收拾收拾东西，然后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。算了吧，老家我已经住习惯了。再说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跟老家住一起。小亚，妈以前给你惯坏了，现在结婚了，要学会做一个好妻子，不能像以前那么任性了。我知道了，妈。淑宁啊，小亚这孩子脾气不好。又不会做什么家务，你多担待吧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小雅照顾好的。那我走了，小心点啊，妈。哎，到了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你们回去吧。
睡得好吗？好啊。幸福吗？幸福啊。开心吗？开心啊。淑明，这个家虽然好，但是我总有一种不真实感，总觉得每天一睁眼又多欠人家好几百，总有一种房子随时会被人收走的不踏实感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这房子谁也拿不走，苦日子很快就会过去。嗯，有你在，我就有安全感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有时候，女人要的特别简单，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依靠一辈子的男人，有他在的地方，就是家。周淑明真的不在，我跟您说多少遍，他不，而且你听我说啊，他的这篇文章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，跟我们周刊是没有关系的。周淑明不在，你要不这样吧，我跟我们领导反映一下，行吗？有什么反馈意见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就这样吧，啊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再拜拜拜拜拜。哎，你瞅你写那稿子，从一上午到现在接电话净挨骂了。不写稿怎么了？我都反映的是客观事实啊。你什么客观事实？咱们单位那几个姑娘，想找你理论理论呢。你没事老诋毁人女性干什么呀？我诋毁他们什么了？你自己看，这你写的什么呀？这是，你写着干嘛呀？这不是我的原稿，这被人改过，是庄纯，肯定是他改的。所有的稿都得他最后签字，肯定是他改的。他原来就让我这么写，我没这么写。哎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他没有经过我同意，怎么能改我的稿子呢？小点声，我就让人当枪使了一回了，别着急。我开什么玩笑？过两天就没钱。好吧，啊，你放心。哎，好好好，李处长，你说的对，我马上给你打个报告，并且我们会刊登道歉声明。好好，再见。哎呀，我正找你呢。你找我，我还找你呢。你怎么能改我的稿子呢？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时候，是怎么处理问题。你改的也太过火了。我们现在想想怎么善后。怎么善后？你说。刚才李处长来电话了，说有好多读者闹到他那儿去，陈副部长要求我们刊登道歉声明，你个人写个检查。我写检查？你犯的错，我写检查？凭什么我背这黑锅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很委屈，那你说可总不能让我来写检查吧？行，这黑锅我来背，但绝不代表我认同你的观点。还有，你以后不能擅自改人家稿子，这很不道德。做的事过分，别往心里去，过两天就好了，啊？要不这样，我请你喝酒去，咱借酒消愁去。我不去。我刚认识了个女朋友，是你的粉丝，特别喜欢看你的小说，跟我说了好几次了。你就算帮我一忙，跟她见一面。走。苏小亚怎么那么大的面子？他跟何少勇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请进。马总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哦，小亚，来来来，快请坐。哦。小亚。哎。不好意思，我想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。哦，你问吧。你跟那个亚勇酒店的何少勇是什么关系啊？啊，
我不认识他呀。不认识啊？啊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这样，下午你就不用出去了。有一个重要的客户需要你接见一下。这个客户如果你要拿下的话，你的实习期可就要结束了。真的？对。我会努力的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钱包。行了，别想了啊，吃点东西。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我女朋友朵儿，这个周书明啊，就是一普通朋友，教练买单的。你是刘德林的女朋友？大作家，没想到吧，在这儿遇见了。人生确实有很多巧合，故不情愿，但无可逃避。哎，不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们俩说什么呢？我一句都没听懂。和你没关系的话题，你自然不懂。大作家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喜欢玩文字的，觉得你们忒牛。早些年我还一心想找一作家当男朋友呢。那这些年不再想找作家了吧？还真不是，这个愿望我就一直没变过。哎，我提醒你一下啊，当着男朋友的面不要这么说话，你这一会儿让我如何下咽？你甭来劲啊！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摊上事儿了，你摊上大事儿了。我刚才来的时候在你微博上看了下，全是骂你的，还说下午要去你们报社找你们领导开除你。不然就没完。行，一篇文章的事儿嘛，至于吗？我接个电话啊。丽娜。喂，老牛。你怎么了？能陪我喝一杯吗？我现在有事儿，我别说你没空，别拒绝我。行，我马上过去啊。你真好。朵儿，牛泽林呢？是我哥们，我觉得。你能不能别伤害他？我怎么他了就伤害他了？没有一个男人能够面对自己的女朋友天天在酒吧里边跟人投怀送抱。老牛呢，外表挺粗的，但内心特别细腻，而且很脆弱。他是个好人。我想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喜欢的人也不是他。你能不能？真实点面对自己的情感呢。算了，我不想跟你争这个问题。我有事儿先走，你们俩慢慢吃，好吧？什么事儿？我回头再告诉你啊。那个晚上给你打电话。拜拜。那行，那个一会儿你别忘了买单啊。拜拜啊。我也撤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哎，别啊！你不是对我好奇吗？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嗨，我。喂，周书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快回来，快一点，出事儿了。行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我真得撤了。你要回报社吗？是啊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最好别回去，会被围攻的。那怎么办？我一老爷们儿，我不能让一女的在那儿顶着呀。那我陪你去。
你去干嘛去啊？你别婆婆妈妈了，你现在最需要一个帮你说话的人，尤其是女人。放开我妹妹！快点，快点，出来嘛！快点，快点！行了，行了，别吵了，叫你们一下。我是周树明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你叫周树明，太过分了！有点正经干嘛？行事，太过分了。好，听我说。